王一博的前途不可限量，正能量，无污点，业务能力强，已经得到了平台、大众等各方面的认可，格局大，视野开阔，尤其是人格魅力发光发亮。王一博的职业规划很清晰，有自己明确的目标，而且年纪小就可以尝试各种可能性。通过街舞三四的表现，我认为他具备管理能力，能成为团队的核心。王一博不仅仅是街舞领衔一众人，他的演技，他的原台词在不断的进步中都可以看出明显的进步。我们从不闭眼吹新人演员的演技有多逆天，能让每部剧不断进步向前，就是王一博这个年龄段最大的成功。看目前他走的路线就能看出来，他能获得这么多主流媒体的偏爱，可不光是他的长相和他擅长的舞蹈，个性也很加分。他的粉丝也都是非常喜欢他不做作又很自我的个性，看他很多采访就能看出来，而且他可塑性很强。王一博未来可期，年纪轻轻的，非常有事业心，他就是拼命三郎，作品一部接一部，而且在不断进步。爆红后的四年里，他真是越来越强大了，粉丝也越来越多。电影《无名》、《维和防暴队》、《长空之王》热烈，电视剧《冰与火》唱歌方面一直有出正能量的红歌，央视表扬了多少次，这就是实力。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，就该谦逊好学，坦坦荡荡，不落他人口实，一往直前，才会走得更远更好。王一博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心性又很正，演艺事业上也是全面发展，武侠剧、悬疑剧、正剧都很好地诠释了角色扮演，更是有四部电影待播，各种主题晚会都参加了，就今年杂志金九银十都有，妥妥的时尚感宠儿。还有就是以国家一切利益为重，解约辱华品牌就挺正能量，娱乐圈这样重名利场所也是一股清流。看好王一博，中国的有为青年，大好年华尽情的去挥洒吧。王一博就是娱乐圈的高配，极具天赋，发展多样性，不拘一格，胸中自有丘壑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演员、舞者、主持、歌手都只是开始。